要这么搭，所以说这个上衣基本上都是 S M L 的顾客都穿得到。怎么搭？最佳的搭法我们已经帮你搭好了，就是跟这个纱裙一套这样子带走啊。所以说上衣你们下单把 put color 就好了 ，OK put color 就好了，是 free size 来的哈。这个上衣三个深色，然后三个浅色 ，OK， 三个深的颜色，三个浅的颜色。显瘦的话有刚才那个 caramel brown 我已经配搭了的，香槟色的纱裙，然后再来就是 dark green， 还有一个就是黑，比较浅的颜色，比较 soft 的颜色就有 cream color、baby blue， 还有我身上的 lavender purple。KTV 07价钱只是59，我身上的紫色啊 ，OK， 紫色 lavender purple， 这个是 baby blue， cream color，OK、okay?。深色就有这个 caramel brown， 刚才我有穿了 dark green， 还有就是黑色，一共有6个色的针织上衣。上衣的面料是针织面料，很 soft 很棉的针织面料，很柔的，它的面料是很柔，然后适合我们的天气穿。它的面料就很像 baby 的那个针织面，针织那个面料这样子是很 soft 很滑的，就对了啊，是这样子有 texture 的横的条纹，属于上衣是属于蝴蝶袖的裁剪，它袖子一样是属于七分袖 ，OK， 属于七分袖。来，我把上衣拉出来，它衣领这边一样是属于比较宽比较窄的那个 bonnet， 然后不是那种宽的 ，OK， 整件整体拉出来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in，它是这样子的，没有拉链，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就这样子从头套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我身上穿的是紫色，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啊，因为这一件上衣的数量是很少而已 ，OK， 我身上穿的是紫啊。怎么配搭？就是直接这样子配搭我们这一件半裙就好了 ，OK。啊 ，Joyce 的是 baby blue solar， 是 deep caramel brown， 是 medium cream color， 是 crystal baby blue 跟黑色 solar。来，我去换 caramel brown 给你们看先。Catherine 的是 baby blue 再加 lavender solar。飞心，你的是 lavender purple 跟 caramel brown solar。来，我换了这个焦糖色啊。所以刚才谁买了这个纱裙，这个 champagne color？你可以配搭这个 caramel brown 的上衣，这样子来配搭，复古感的来，又有那个时尚感，复古的来带时尚感 ，OK？ 扣是 KTV 07价钱啊，另外一边，我知道我 OK， 复古的来又有时尚感 ，OK？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caramel brown，OK？、Okay? 面料是针织面料，适合我们天气穿的针织面料啊，不是那种毛毛痒痒的针织面料 ，OK？Room temperature 肯定是没有问题，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不用怕说助理穿的太小件还是我穿的太大件之类。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一这样子，就是你看你配搭我这个纱裙，你不搭一它一样是很好看，它腰这边是有微微的，它有收腰了啊，对，它有收腰了 ，OK。我现在是不答应的话，它是这样子。如果你完全我是没有答应这样子翻凹一点点进去，它会厚在那边，还是你不要答应。整件啊拉下来，这样子配搭这个纱裙，再配一个靴，非常靴 brown color 的很好看，这样子配搭出国穿非常打卡，非常有那个感觉就对了。OK， 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先。OK， 错，我换 cream color 先。OK， Annie 你的是 lavender， 然后再加 baby blue 啊，收了。
所以说找这样子的长，它是属于一个七分或者八分的一个针织上衣了哈。所以说如果你们找这样子的款式不要错过，也是蛮久了哈，没有这样子一字领裁剪的，然后是属于一个属于算是长袖的一个针织上衣哈。加上59而已啊，这个价值要59吗？这一个记得下单打 quick color 就好了哈，它是 free size 啊， free size 就是均码， OK。所以说我的搭法我就不答应了，就是这样子， OK。然后说整体这样子一样是会有曲线啊，最主要是这一套的搭法对我们来讲它是很最佳的配搭哈，for 一些 dinner function 的私服，对， OK。这样子只是百多块，不会超过200多。之后你上班你分开穿都可以，所以说很值得带走。这一星期这一期的直播非常强力推荐的一套，因为太久没有了纱裙，也没有这样子比较长袖的针织上衣哈。来，我问了 cream color， 你要显白的话，你就带走 cream color， OK。应该这么说了，蓝和白都会显白，还有那个紫色，错，应该这么说，它的三个浅色都会有那个显白的效果，最显白一定是 cream 了 ，OK。我现在 cream color 配搭了这个caramel brown 的半裙 ，OK， 或者是 KTB 07，价钱只是59啊。你不想像，如果你这个半裙你不想配回刚才那个 brown color， 你这样子配这个 cream color， 一样是搭得到，非常的显白的那个感觉就对了 ，OK。我身上的 cream color 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这样子一套啊，120块啊，你就可以 attend 很多不同的，对啦，那个一旦你去 attend dinner 啊，去某些 event 啊，出国都可以配搭得到的一个款式一套啊，这一套真是这一期强力推荐的这一套啊，129块，很多场合你就可以帮你 settle 了很多不同的场合 ，OK。我身上穿的是 cream free size， 下单只要打克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在直播看这的啊，下单请回来直播间这边下单 ，inbox 下单，我们是先没有保留给 inbox 下单的顾客先的，我们会保留给在直播下单的顾客先。阿丽露，你的是 H blue 啊，你的是半裙啊，纱裙再加黑色两个色流了。来，我去换蓝色给你们看先。谁买了这个 navy blue 的纱裙配搭，像刚才助理讲的，配搭这个蓝色的上衣非常好看，相比你配 H blue 这个会更特殊就对了，这个这样子的配搭，同色系的配搭 ，OK。来配搭，其实待会我会配搭一个西装裤给你们看，一样是配搭得到的。因为这个的蓝它是属于就是空蓝的，对，天空蓝，它蓝很好看，很好看的蓝，这个蓝是抗拒不了的蓝啊，所以说这样子 ，OK， 同色系配搭，你们可以选择这一个 ，OK， 就是说 baby blue， 然后再搭这个 navy blue 的网纱裙，网纱裙上衣没有答应的话是这样子的长度，所以如果你就算你不要答应，你要有那个答应的效果，你先微这样子翻折起来，它一样会有那个答应的效果，因为我要快速，我就不答应了，我就这样子翻折起来，所以一样是会好看。上围就是属于蝴蝶袖的裁剪，袖子呢就是属于一个七八分的 ，OK， 它不是属于full length 的 ，OK， 你稍微这样子拉起来，它就会 hold 在 elbow 那一边 ，OK。我身上的是 baby blue 配搭 navy blue 的半裙，非常的搭就对了。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这是黑色的，我就配搭回灰色的纱裙给你们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又不同的感觉 ，OK。
衣有六个色啊 ，OK， 上衣有黑色 cream， dark green， 还有 baby blue， 上衣是有六个色，对 ，OK， black cream， dark green， baby blue， caramel brown， 还有是 lavender purple， OK， 上衣有六个色哈。最深的颜色你们可以选择带走黑色或者是这个青色， OK， 色方面有两个啊，黑跟青，还有一个是 brown 的话它不会算是深，它是属于比较亮的颜色， OK， 它是属于比较亮，比较所以说整体你想要复古感的感觉可以选择带走这个 caramel brown， 显瘦的话可以选择带走黑色，不想说一整套看起来太素的颜色可以带走黑色的纱裙，然后再搭这个青色，然后说比较显白一肯定会是 cream color， 当然这个显白的来想带点色彩的话可以选择带走这个蓝色，还有比较浪漫的颜色可以带走紫色， OK， 所以说一样这款是不推荐你带走哪个色，因为所有的颜色都是我们挑选过的，你看啊，所以说很喜欢的话可以选直接带走几个色，有区别的，我配搭一套啊，就你配搭的是黑色的纱裙会比较沉闷啊，对整体，可是我黑色配搭 charcoal gray 啊，它的层次感多一点，对啦，所以说是不一样，虽然都是深色啊，但整体配搭起来效果是有区别的哈，这个的灰啊，它给人家的感觉是有一点像很高级的灰，对了，很高级的灰，一样有那个显瘦的效果，所以你要显瘦，可是你不想配搭黑的话，你可以这样子针织上衣黑色配搭这样子灰色，它加一点点那个气质感，就没有那个整身黑的。啊，它是浅色，看它的很多颜色的半裙都 搭得到。刚才我已经搭完了，因为它看它又是属于代替了白色嘛，对了，黑色可以，灰色肯定是可以。你要带走这个 ash blue 也是可以，还是说刚才我是配搭焦糖色、香黑色、焦糖色、蓝色，这个颜色所有的上衣都搭得到，只是说你的半裙、下半身你要的整体效果是如何？要复古的，要比较时尚的，要比较沉闷的，要比较啊，就是说不同风格也可以。待会这样子配搭 brown 还是可以啊，一样是搭得到。你带走了这个颜色，基本上六个颜色的纱裙都搭得到哈。OK， 我现在身上换了黑色，这样子搭灰色，跟助理整身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如果给我的话，如果你不是说那个场合不需要，有一些场合他们有那个 dress code， 可能是说要黑色啊之类的，你不想要穿的太暗太沉闷的，你可以黑色上衣配搭深色的 charcoal gray 的半裙，这样子来配搭，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它有一点很梦幻的感觉，又带显瘦。OK。灰色，然后就像刚才助理讲的，灰色也给人家感觉到它比较高贵的那一个效果，可以这样子来配搭，显瘦的效果。OK， 上衣我还有最后一个色 dark green， OK， 我们要去换 dark green 配搭 brown color， 用不同的配搭法，给你们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你们留言了三秒的话，我们还来不及回复哎 ，OK， 所以说，有问题的话留言了不要删了，一点三秒的话还没回复你，我们是还没有看到信息啊，记得要有问题留言了不要删哈，删了的话我回复不到你哈，因为还没有看清楚你的问题你就删掉了哈，还是他已经解决了他的问题。Helen， 你的是青色啊，收了 Helen。青色，我们叫做 emerald green 啊，它是属于一个玉青色，所以说一样有显瘦，就是说没有的这么的沉闷啊。毕竟可能说整套搭黑，你会觉得哎好像比较沉闷哦。可是如果你换了青色，一样哦，整体感觉看起来就不一样。刚才我是跟助理颠倒，现在我又颠倒了，我一样是整身黑，整身黑，对，可是我的黑配青又不同的感觉，可是你这样子配搭又觉得。显白的啦，又显瘦啊，不同的感觉，层次感没有这么近色的感觉，所以说，那些说不想这么素的感觉，我建议你们带走黑色，想要显瘦，请带走 dark green 这样子，也是搭配搭，好看，很好看的配搭。OK， cos Katie， 我已经穿完所有的颜色了啊，上衣的颜色已经穿完了。OK， 我现在是 dark green 配搭黑色的纱裙，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基本上我们都穿完出来那个效果，为什么我们换衣服会比较浪费时间？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子一套。
套这样子来配搭给你们知道啊，轻配黑是怎么样，灰配黑是怎么样，我可以不要换裙下半身啊，因为基本上我这个上衣六个色啊，我一件黑色的裙子我就可以搭完所有六件上衣，六个色的上衣啊，可是我就配搭给你们看，给你们知道配出来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OK？ 搭配配黑色 ，OK？ 显瘦的来又比较阳光，然后没有这么沉闷，最显瘦的就是黑色，怎么取舍那个颜色呢 ？OK？ 应该这么说。你要显瘦，黑和青你选一个啊，两个色啊，黑和青选一个。如果你拿了黑色，我就建议强力推荐你带走灰色的纱裙 ，OK？ 带走灰色的纱裙，你带走了青色，你就带走这个黑色的纱裙，这样子来配搭，显瘦的配搭 ，OK？ 还有就是呢，你要比较复古感的配搭，你就带走这个焦糖色 ，Caramel Brown， 像刚才这样子的配搭。我把纱裙夹在一起，先拿一下纸啊。请再留言多一次啊！下单了，如果没有收到我们的信息，请再留言多一次，还是你 inbox 通知我们啊 ？OK？ 因为不晓得为什么今天面子书会失字啊 ？OK？ 记得下单了，不要添色你的信息先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念到你的 message。一下子啊，我给你们我夹完所有纱裙的那个颜色先啊，给你们知道怎么配搭这一件上衣，怎么取舍那个上衣的颜色，像开讲的 ，OK？ 买了黑色的上衣，想要显瘦，你可以配搭灰色 ，OK？ 买了上衣想要显瘦，黑色上衣配搭灰色，另外一个显瘦的配搭就是青配黑 ，OK？ 青配黑，然后呢？想要比较复古感，复古的来又时尚感的话，你可以这个焦糖色配这两个焦糖色，这样子来配搭，或者是另外一个配搭就是这个 caramel brown 配搭香槟色 ，OK， 配搭香槟色，再来就有比较梦幻的、比较fun的颜色，显白的话一定是这个 cream color，OK，、okay? 显白的话一定是 cream color。或者是这一个蓝色你刚才如果买了这个 baby blue， 你配搭这个 navy blue 是非常好看的就对了 ，OK。还有就是比较梦幻的配搭，就是你可以紫色配搭黑色的纱裙，就是紫配黑 ，OK， 一样配搭得到。上衣的扣是 KTV 07，价钱是59，六个色，然后纱裙呢一样是六个色，价钱是65。你买这一套回去啊，是非常容易搭的，就是纱裙配搭这个上衣，这个针织上衣是非常好看，已经跟你们配搭好好。纱裙的扣是 ESN46，价钱是65。上衣的扣是KTV07，价钱是59而已。我和助理都是穿的同一个尺码，上衣和纱裙都是 free size。下单还没有收到信息的，请重新再打过一次你的 message 啊 ，OK？ 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是西装裤啊，全新的款式啊 ，OK？ 接下来西装裤的扣是。